有没有黑书跟复活甲还超重要、哦？黑书其实搞不好还比复活甲重要。不过你如果有看到我的打法的话，我大部分其实是优先拿海盗跟约德，就第一轮抢的时候。所以我刚刚是抢海盗没抢到。一样，海盗约德。约德。如果要拿，如果要拿天那个叫什么 Mage Armor 的话，基本上你一定要先拿到大柱子，因为后面，因为后面是有可能玩坦肯奇，然后让你那个羁绊，让你海克是直接炸掉的，那你可能会问说，这一罗仪是不是可以卖？那答案是不行，因为这边有可能给我一个三星的小炮。OK， 如果说这边给一个三星的海盗的话，我们就会直接那个耍憨。OK， 这局基本上稳了。那现在一罗仪可以走了，可以吗？我们想拿辛吉德啊。这也是输是赢，其实关系并不大。两把剑，两把剑，我们有可能玩那个镜。不过我告诉你，我应该不会玩镜。约德其实真的超强，因为约德给的经济不只是经济，有时候约德这个一星卡合起来，你的版面也会整体变强，所以约德看似经济，可是其实又比经济更好。这边约德给一个那个汉莫丁格。这边蛮糟一点，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合任何装，因为这个要合复活甲，然后这个要合黑书。看起来要输了，而且我们存不到钱了。哦，我等一下赢了，真假？为什么这只没死？看，所以约德很强。可是，这要走。
我没有钱抓这个吉林喷。应该打不赢他、啊。我们这边比较想要的是机器人。大魔棒不是锁子甲。Oh my god， 我有大魔棒。喂，这局已经很稳了，算是稳了吗？机器人其实也挺好的啊。不是三块大魔棒，大魔棒就黑数又大于复活甲。Shit！ 瓶装价值拿满。打赢搞不好会爽嘛，看起来是不会打赢哦，好像要打赢哦 ，fuck， 打赢哦，打赢了吗？没有被狙烂，喊莫丁哥，快来呀、啊！我们需要你呀、啊！不过这一局可能不应该那个玩革新啊，有可能是不玩革新啊。他没有，他只有一场败场哦。下午要往前站，我大概要把那个装备全部改塞到他身上了。他应该赢了吧？没有吗？没有。哇，这对他来说是很好的败场。可心急得。应该这个走。问题是我还想要再抓这个星级的。来呢？大剑。啊，不抓就不抓吗？还是想抓，感觉真的不是玩这个，这局真的不是玩这个。听到西风，
输了。I can do this. 这边可以上盾呼。继续输。对啊。Oh my god！ 还断他连胜。菲欧拉局，所以刚刚有一家的那个有一个保镖在这，然后另外有不是保镖的东西在这，所以我们拉把机器人移到这边拉它不是保镖单位，这边也未必会连胜啦，只是我们也想要广爱身心，然后因为我们经济真的很健康，所以没有很在意要那个，对，没有在意，也不是没有很在意啊，就是想要广爱身心啊，然后反面变强，我们有机会，更有机会打连胜。我们有可能后面还是会上三拼上来啊，不过不是三拼啊，那个三格。然后锁支架。怎么样甩一下啊，总可以上四拼，其实还不错。哦，一者应该站这里被拉。
Don't worry, I am. Tonight, I'm feeling creepy.求女。现在刺客能玩吗？不大行。小王应该买这张。我们要升上去啊！这应该就跟最后一个大剑做巨杀就好了。先输掉也没关系。啊，母月，我们现在三色胶喽。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点想转菲欧拉，应该不是说想转菲欧拉，很想转菲欧拉。我们赢了。Fuck. 其实搞不好应该先上第三桌，搞不好神哦，已经有这张了，我们带到神吧。还有猫。还有猫有坦肯奇，然后还有那个哦，有猫有坦肯奇，有凯莎 ，OK。
很酷很酷。OK， 这张很好。锅铲对我们其实没用。哎，绝对是杰西。嗯。所以我们可以补上这个，然后绑装给杰西哦。杰西前排吸得起来吗？发条之心哦，自我修复。是最后一件了吗？八条之星。干错边，好像还是蛮强的、啊。无罪。贪食仔。I will shatter. 来呢？Oh shit. Okay. 感觉杰西拿窃贼比较好。我们的杰西是带着一个大剑来的，所以没有办法达成你想要做的事。很抱歉。我也想要让他拿窃贼，可是没办法。纯粹就是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可惜我们这一局没有那个握手啊。有握手这边感觉已经赢了。话说接下来是把这个换成球迷，或把杰西往后，杰西大概往后站，杰西大概往后站。看有握手的话，杰西往后站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问题我们没有握手，所以就有点尴尬。那我们应该让猫在他身上。我们看一下杰西的伤害啊，他还一星而已。我们把人干掉了，抱歉兄弟。其中一个吃鸡的方法是塔三星。他是握手啊，看看，所以我们要再上一个护发，就上球女。西风很好，转挑战，转挑战其实也用不到。我记得前面有，等下不是没有人有坦肯奇哦，他为什么不拿坦肯奇？杰西做事，赞！我们可以买这张啊，可他需要黑书哈。干，来不及。This product is brought to you by Unknown Bran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Love you all.好像赢了吗？赢了，他死了吧？
还没死哦 ，shit。反正叫我怎么三星啊我还真的玩他还真的用前排凯撒起风五罪多二还吹不到我需要玩凯撒吗？没有人死掉，真假？好像玩不了凯撒哦。等下为什么放在角落？哦，我看我们输了吗？输了。超憨 ！Oh no！ 大侠手下留情，我们已经前四了啦。哦，他盾已经没了。哦，不要再 CC 他了。哦，我们 carry 已经死了。哦，差一点呢。杰西二我们可以，然后菲欧拉二，菲欧拉或杰西，杰西有没有菲欧拉？有菲欧拉。我操！就这样给我菲欧拉三哦，行。行吗？哦，血的那个近三哦，
那是一个进山。Oh no! Oh no! 我们打不到后面，我们输了。哦？哦 ？No！ 第三。进山哦哎、欸、转移52。好啦，今天就到这。都要开到就赢了，开到就吃了。再开一次大就赢了。好啦，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之后再见，拜。